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民间电视《民间火拍》的人生之中节目啊！现在我们是跟大家奉行的一档台别的节目，就是中国啊，这9个月啊，因为我们的一位嘉宾啊，最近去中国的时候已经不是最近了，去年去中国的时候，因为疫情的原因，或者是他个人的一些啊这个访问呐，或者是其他的活动。那么就是朱茵在中国一口气待了这个9个月，是不是季先生啊？你在香港生活之后，第一次啊，这个回到内地生活了这么长时间？是，那个从来没有，原来就是回上海，回国内大概一个礼拜，那个几天时间就又回香港了。啊，那个原来两地比较，我是一直说是，虽然我是那个基本上人生一半在上海，一半在香港，但是我真的是还是喜欢香港，香港有秩序，香港自由。那但是这一次去了以后，一待就是9个月，那个碰到的这个，那个感受各种各样情况确实很多。就像上一集和平先生你讲到，就是海外的华侨跑到国内，有的就觉得受气，被看不起，因为中国人现在有钱了，生活条件改善了，对吧？觉得那个也不需要依靠你海外的什么这个帮助了，对吧？这种情况确实是蛮多。包括我第一次回去，我不是在前一次节目当中我讲，那个由于上海有个政策，就是老年人有基础性疾病的是可以居家隔离的，不需要可以申请，不需要集中在酒店隔离。那我去申请的时候呢，他就说这个老年人的概念是80岁以上，对吧？所以他自己就是可以弹，有弹性的。所以那个，然后那个我说我有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他说这个都不算毛病。后来我去查，这个基础性疾病这几项全是的，就上海市政府出台了政策，但是到下面他就可以跟你根据自己地方的利益，可以跟你改过来。那么我后来打听，为什么政府会出台这样的一个比较宽松的隔离政策？就是因为有老年人在酒店隔离，没有人照顾，最后摔死了。那么他就有这样的情况。那么一海个外人住在酒店嘛，对吧？没人照顾，对吧？他而且原来还是而且规定的，确实是没有人性化的那种。你夫妻两个人同一架飞机过来，你到了那个酒店，他叫你两个人必须分开，分两个房间睡，分开隔离。所以这个都不是没有道理的。人家同居过来，又是原来在国外都生活在一起，你到那里你要叫他叫分开来。就为了这些，就是我碰到的问题，我自己据理力争。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写了篇文章，就是讲我打那个12345，就是这个啊，我是讲我从这个疫情的敌占区香港跑到疫情的解放区上海，就我也讲他整个管理有好的，对吧？还有我碰到的问题，结果这篇文章很多人就在我的那个大学的学生那个群里面，大家都还熟悉，很多人就骂你干嘛回来？你为什么不待在香港，对吧？你回来干什么？就我从这里出去，我在这里有我的亲人，我有我的自己住房，结果很多人就说你不应该回来，对吧？你太矫情了。那我们在这里生活好好的，你说不定就把病毒带进来了，对吧？那个就像这样的几种语言，你觉得肯定是会伤到你。对吧？肯定是会伤到你，而且我刚去了以后，那个时候跟现在政策又不一样。我住下来没几天，我接到这个当地派出所的管段民警的电话，他说：“季先生，你来了。”我说：“对，你必须要到派出所去报户口，要去登记。”就我记得以前那个管控很严谨的时候，
就是外地人到你家里来了，你都要去报临时户口，这是叫对吧？他我那个到香港几十年到现在，从来没碰到这个要跑到当地派出所要去报到，对吧？我来了，我是谁？我要登记手机等等等等，这些情况，对吧？那个，但是我这次碰到了。他说你进来好几天了，那个市局打电话给我们派出所，说你到了，一直没有去登记。那么那个我当然去登记了，对吧？那个老老实实，你入乡随俗，到了那里就去必须听人家的。日进的问题。那个，但是今年我不是要去这个西藏了，我又到那边去开边防证。对吧？开边防证的时候，我就又问他，我这个上次报户口呢，我是十月份来，我说到年底要走的，我现在是不是要重新报户口，对吧？他说现在已经不要了，放宽了，不需要在那个港澳台来那个上海，不需要再去派出所登记了。那政策又发生了这个变化，那这个是你我接着你刚才讲的那个海外华人有些受到伤害的，就是那个这一次习近平讲话里边，从港澳台同胞到海外华侨，对吧？都感谢了一遍，对吧？那个都是对祖国对这个党的这个支持都感谢了一遍，但到下面就是这种那个敌视的，甚至于这种谩骂侮辱人格的这种情况。还是有，所以很多香港人呢不了解里边的情况，他也担心，对吧？那个其实香港据说起码有一半人从来没去过大陆的，这么多啊，他没去办回乡证嘛，那就等于对吧？那个为什么他去办了回乡证，他会认为我的资料都被你掌握了？哎，这个确实也是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回乡证，他的资料都在广东省公安厅这边，他跟国内的这个居民身份证是不匹配的，所以我们现在进去，你到一个酒店，你要去刷脸，你要去把你这个身份证在他的系统上去刷一下，是不兼容的，是刷不了的。所以香港的回乡证它是另外手工登记的，那么它现在是会让你，如果说你要加入到它那个系统，你可以去办一张香港内地居民身份证，就等于把你的信息就输入到它的那个系统里面去。那么香港人会担心我的信息被你拿到会有什么问题。其实我从内地出来，我是觉得他拿你这个信息没有什么问题，只要你不做坏事肯定没问题，对吧？那个你这个信息进入可能就是进入了他的大循环这个信息系统。那现在你在街上走，如果我现在没有办他那个信息系统，他可能一下子查不出，就是那个摄像头他扫到你了，他的系统里边不一定出来你既说明所有的住在哪里所有的信息，因为他的这个我的这个信息跟一般的香港人信息一般的这个居民的信息是不匹配的，但你去进入他那个系统那一定就是匹配的。那么我是觉得进入他那个系统，如果说我要长期在内地住的话，你要出去旅游，你要出去那个，你一定要进系统，不进系统真的是很麻烦。像我这次去出去自驾游，那个到西藏那些地区，每一个县都有关卡，你都得下来，就是一般的内地老百姓把你的身份证在那个上卡的上面刷一下，通过了你就过关就过去了。那然后我呢必须要跑过去以后要他重新登记，输入你的电话什么那个，甚至于要拍个照片。那其实最后的信这是一样的，他要流程，对吧？到时候那个你到这边有什么事情，他可以找得到你，就是麻烦。那么还有一点，
其实我是觉得香港人也不要有这样的一种心态。现在香港的这个事件以后，香港人到内地会受到歧视。我这一圈下来，我觉得没有受到歧视，还是满被尊重的，就是觉得哎，香港人啊，是你重新登记，你请坐，什么帮你登记，对吧？那个好像还是蛮客气，可能是香港人跑到西藏、跑到青海人不多的这个关系，还是怎么样？但是我是觉得是被受尊重了，那么那个这么一个状况，有没有？但是我觉得你从这个中国内地啊待的这个9个月，有人就跟我留你，那9个月你完全是个信息闭塞的世界啊，完全你不了解这个海外的情况啊。那你在那等，像你自己上一次也承认你是夹着尾巴做人，哎，我觉得这个词用得很好，哈，因为在内地那个环境里面，你不夹着尾巴做人，你根本不知道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是，很多麻烦你未必解决得了。不像以前啊，以前你在亚洲周刊当记者的时候，好像你们还经常跟领导同志在一起，现在这种机会大幅度减少了吧，对不对？对，那么信息是这样，就是在内地啊，如果我现在带的一个手机是香港的号码，就我的这个信息，就是那个它的流量，上网的流量用的是香港的，那你进大陆呢，它是不被屏蔽的，就是我用我的手机是可以上民进网。上 VOA 这个美国之音什么那些都可以，而且我可以把我的这个手机分享到我的电脑，对吧？这个都可以，它不屏蔽的。但是这个费用是不是很贵呢？费用就是那个海外的费用。那你比如说那个和平，你到你的湖南去，你用的美国手机，你美国手机是付钱包月的，那费用你不用也是这个流量。用也是这个流量。以前呢，很早以前，我去香港、去台湾或者去日本呢，去什么地方，那个手机非常麻烦，要变成当地的这个号码或者说你如果不变的话，那个国际漫游把你吓死了比如说你在加拿大，不要说别的地方，我就加拿大多伦多，有一次通电话都花了几百块美金啊。但是到了现在啊，美国也有这种技术，就是你10块钱，比如说我要去。这个香港10块钱一个月就可以了随便你所以打。费用还是很低的那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到内地去等于不要另外的增加很多国际漫游的费用，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对，吧。就是比如说我原来是香港的电信公司，他给你的这个那个流量，比如说10个G、20个G 的流量，里边有包括几个 G 是你去中国大陆用，也可以用的。那么这个费用就没有额外的，但你超过了，他要额外收费了。那我现在还有一个，像中国电讯、中国移通啊、中国移动，我在香港，现在他们也进入香港，我就用这个中国移动的这个卡，香港卡，那他就有，这个就是两地都可以用。比如说他一个月给你20个G，那你在香港可以用，你到内地也可以用。那你用的就是香港流量，内地是不屏蔽的，就这个系统啊是不屏蔽你的，那你如果是很可以。简单，比如说我们在内地生活，比如说在深圳吧，我很随便就去了这个香港。像现在很多深圳的朋友，那么到了香港的话，不当然不是疫情期间，那他在香港办一个号码，那是不是就在两地都可以用了？对，你办一个，他那个流量两地都可以的，你买一个卡，有些人。他那个嫌翻墙麻烦，又万一被抓到又是违法，对吧？他就叫你帮他办一个这个香港的这个号码，香港的卡，每个月付钱，每个月付100港币，他内地就每个月直等接于200港币。一个月200个港币，大概起码你有10个G 的这个流量，你在内地可以现用。在呢？如果无限的流量呢？就是有的时候你够了，你没有必要那个20个 G，大概也就200多块钱。哦，OK，OK，
可以足够看很多东西了。足够你够一个月的量你够用了嘛，对吧？所以你就不要去翻墙啊，或者说那个有这样的一个痛苦，你直接就是你可以用钱搞定的，都不是问题，对吧？ Okay， 每个月就那我在这里讨论一个体位的问题啊。我有一些原来朋友啊，一些俄罗斯朋友，还有一些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朋友，那么跟他们沟通的时候啊，可以随便用美国用的这个啊这个啊社群系统。哎，我就奇怪，我说你们没有禁止吧？他说没有禁止啊，但是你看看这些国家，他人家是个社会啊，不是这个原来完全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吧？他也没有出什么大的乱子。我有一天我就突然在想，几年以前啊，中国要搞这个所谓的海南自贸区。对吧？香港要搞所谓的大湾区跟广东，那我就在想，有没有可能性在这些地方可以先实行这个跟海外的资讯完全对通啊，这个自由流动的这种样子，你觉得可能吗？我觉得不可能，不可能啊！那你说我是民进，现在这个现在的这种控制，对资讯的控制是非常重要，因为为什么呢？这个不控制，那这个洗脑就白洗了。对吧？就是你接受的这个人的本质，他是向往自由的，他希望接受更多的这个资讯的。那你这样的其他的价值观的资讯，自由的这个价值观的资讯接受多了，就是我对你的控制就困难了。为什么这么说？就在比较开放的这个年代，那个深圳那个时候不是搞一个前海吗？对吧？那个这个几平方公里的一个前海，他希望学香港，就开始这个比较开放的一块土地，然后吸引大概有香港人和其他人到那边去工作。我专门去写过前海。那么第一稿前海呢是相当开放的，我去采访的时候他们写第二稿。第二稿呢，他们就希望前海这块土地资讯是开放的，那这样的话你才能吸引到这个香港人和外国居民到那里去居住嘛，对吧？那个做生意资讯是很重要。那么他们开始的第一稿连那里的这个警务系统都是学香港的，结果第二稿呢就把这个警务系统学香港的那个删掉了，但是那个开放这个资讯还是放在那里。但是等到第三稿出来的话，这个资讯开放也没有了。那这个现在的前海发展当然不像原来设计的那样，那现在根本就不可能学香港，对吧？所以你说海南岛会不会开放，我觉得不大会。虽然海南岛到大概26年吧，还也会25年还是26年它会封岛。对吧，变成一个开发区，它会封岛，一个它这个封岛是保税而不是开放资讯。我觉得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可以预见的起码10年嘛，它应该不会在这个资讯上会放开，绝对不会让这个民进在里边落地，对吧？在里边被看喂啊，只是一个玩笑啊，没有抱有太大的真正的期待啊，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更加自由自在的完全按照美国的方式来运作，所以啊，其实我也只是一个啊说一说而已啊。那我们现在要回到一个话题，就是您在上啊之前的时候跟我聊天的时候聊到上海有一个什么世界会客厅这样一个东西，我在海外真的不是很了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玩意？那个世界会客厅我估计最近会用。那个世界会客厅呢，这个实际上它是在北外滩，本来就是为这一次100周年党庆那个考虑，为它的一个配套实施。那个它建在哪里呢？就是黄浦江的那个转弯角，就站在那个角上，你可以往前看，就是看到笔直的黄浦江往西，它是在东边那个往那边看啊，那个然后它的右手边是外滩，它是百年的这个万国这个建筑
博览，那各种各样的这个建筑都有。它的黄浦江的右手边站在那个角度是改革开放以后的浦东，两边就是一个那个新旧上海的一个对照。那当初就是说有可能习近平总书记会到那里，他站在那里可以看到中国这100年的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变迁，也可以看到这个两个地方的这种这样的一种对比和变迁。那么那个这一块地方呢，原来是大家都知道那个是外国领事馆，那么现在是俄罗斯领事馆还保留着，那个德国领事馆那个已经拆掉了好像。那么然后本来还有一个比较著名的一个那个饭店叫海鸥饭店，现在全部拆掉，拆掉以后那个建了一排新的建筑，那个给它命名就是世界会客厅。那么世界会客厅呢，也是这个习总书记2019年到上海视察，在跟他介绍北外滩的时候讲到这一块，原来就是一个外国领事馆的一个集聚地，周围还有这个英国领事馆啊等等，日本领事馆啊那些，那个老的啊，原来老的那些那个。那习近平就随口讲了一下，哎，这个建造起来以后，我可以在这里跟世界朋友那个会会客啊，怎么大概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建筑就起名叫做世界会客厅。现在以后这个世界会客厅，我看澎湃那个上海的一个新媒体网络媒体，他也专门做了一个标题叫做世界会客厅，专门做那个访问的访谈的一个节目。那么这个世界会客厅可能会成为一个接触海外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用词。那么习近平总书记，我估计那个因为建党100周年，上海是那个第一次党代会的这个最早那个开会的会址，对吧？他那个是那个19大的时候，对吧？上任第一天就带着7个常委到那边去宣誓的。那我估计这个100周年的庆祝还没完，对吧？上海的那个也是非常隆重。那么今天的这个上海的100周年的庆祝活动，像那个李强书记和这个公正市长没有在世界会客厅举行活动，还是把它放到世博会的那个会客厅。那我估计这一个要留待真正的主人来揭开它的这个序幕，对吧？我看你是当秘书的料啊，能够喘不出这个拍马屁的这个心态，开玩笑啊。啊，你是在那个外馆看过吗？啊，世界会客厅。我有看过，他应该有照片。他是在黄浦江边上，在黄浦江边上，那个这个建筑看上去好像没什么那个高楼大厦那种，他那个楼层也不是很高。那个有点像北京的那个这个比较这个传统的一些建筑，对吧？不像是那么很华丽很亮丽，但是我看照片里边布置的非常华丽，里面布置的非常华丽。哦，你到里面去过是吧？还是你只是看照片？我没去过，我看过照片。因为它没有开幕嘛，所以就不能去是吧？现在一般的人都不让去吧。那你讲到这个你被这个在内地做了一些演讲我比较好奇啊，现在控制的那么厉害，为什么会请你去做这个演讲？他们不害怕你讲出一些什么东西出来，让他们的书记啊、院长啊丢乌纱帽吗？这个应该不会吧？那个，就是我在民进经常讲这个。我是比较客观的跟和平在我们在交流，对吧？那个我们交流很自由，很自由，我很自由，但是也比较极致。说老实话，还是比较极致啊。那个
我觉得你夹紧尾巴做人呢、啊，我非常赞赏这句话，除非你不想去内地了，对吧？所以我问话呀，我是口无遮拦，因为我是在纽约，对吧？那你回答问题啊，那完全是你的自由。你觉得不方便回答，你完全可以对我置之不理啊，就问，就回答另外的事情算了，对不对？不需要这个上我的当啊。我觉得这个没问题，这个还是坦率一点比较好，对吧？那个对，而且因为什么这个你也知道我的为人啊，我也知道你的为人啊，我们中国共产一个啊，站在一个媒体的角度讨论问题啊。对，你想这个一个国家这么大，中国共产党100年，他走过的这个历史，对吧？其实那个从党章来看，很多什么为人民服务啊，对吧？要让那个这个权那个以前讲的那些权为民所用啊等等，这些理念其实都能接受的，对吧？只是有的时期他做的不好，但我觉得他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应该看到有成就，对吧？也有很多违反人性的那些做法。那这个都有，包括其实美国也是一样，但它很强大，但它很自由，但那个很适合我们的这种生活。我其实很喜欢美国，对吧？那个美国也飞过不少，我看你已经经常到西部来嘛。啊，对啊，我原来是那个住过一段时期，我觉得我自己很适合，对吧？那虽然外语不好，但是跟那个外国人也能够交流，我甚至住在美国人家里都住过，对吧？我在那个西部那边，就专门住在美国人家里，那个都有住过，跟他们进行交流。我很喜欢，我觉得就是自由嘛。做记者就是要自由，不要被框住。那所以我在那些学术机构、那个研究所。一共讲了3次，他们请我去讲香港问题。所以我讲香港问题呢，那个我是站在一个思考的角度去讲这个香港发生的这个状况和未来香港的这个思考。起码我讲4个方面的思考呢，那个是被那个大多数的学者，包括那个领导干部所接受的。就我在讲香港，我就觉得那个反正那个现在那个对香港的那些做法，我不可能站在一个反对的抗议的这样的一种立场，我站在一个思考的立场上，我就提出了这个4个方面的思考。第一个思考是，就是那个马克思的这个理论，马克思主义者一贯是讲打破一个旧世界，目的是为了建造一个新世界，对吧？那么而且共产党一直是讲他任何的这个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都是强调他是有建设性的理论基础的。那么香港现在就是我们打破原来香港的这么一个旧世界，香港到底未来应该建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新香港？但那么怎么从理论上去思考这个一国两制？那现在没有放弃一国两制，那这一制到底是什么？香港这一制，对吧？那个到底是应该是怎么去思考它？它的内涵、它的外延，对吧？它的度到底在哪里？那这个我觉得需要思考。那我现在讲的比较简单一点啊。第二个我说我一直有一个困惑，就是那个我到香港31年，那么在大陆生活了30多年，那原来接受大陆的教育有一个词叫稳定繁荣，就大陆那个这种教育一定是说在稳定的环境下才会有繁荣。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也强调了叫稳定压倒一切。
但是我到了香港呢，这个词呢是反过来的，叫繁荣稳定。那么为什么邓小平对香港提出来的叫繁荣稳定，在内地的却是稳定压倒一切？那么我在想，这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繁荣稳定和稳定繁荣的一个差别，对吧？那我去查了资料，就香港从1997年回归的那一天到2016年，差不多20年的时间，它的 GDP 是翻了 100%， 翻了一番，人均收入是增加了 50%， 然后它在亚洲四小龙一直保持第一位，首位的这个地位，然后它在美伦港国际金融中心当中一直保持第三位。那么说明什么？回归实行一国两制，香港的繁荣一直没有衰退，那这是一国两制的这个成功。那么现在最大的问题，我们认为它不稳定，但它不稳定，那么它即使不稳定也没有影响到它的这个繁荣。所以邓小平是说繁荣稳定，繁荣是绝对的，稳定是相对的。那么对资本主义这个来说，我们看美国，我们看那个欧洲社会，问题都是一大堆，但不稳定是常态化，但不能稳定是常态化。那么未来我们希望香港稳定跟繁荣的关系到底是什么？那现在看来稳定是放第一位，对吧？那个觉得稳定了才会有繁荣，那就基本上就是这个社会主义的一种对稳定繁荣的这个看法的一种价值观。这是我第二个这个疑虑。那么第三个我思考的是什么呢？思考的是人。因为我从07年的时候，我就对香港的这个管制人人才，我提出了一个新香港人的概念。就是我有个研究，也写过很多的文章，就我认为香港是一个移民社会。那么在这个社会当中，它每一个时代推动它发展的都是外来的新香港人。你比如说孙中山革命时期就曾经跟那个宋庆龄都在香港待过，到建设商业时期，董建华、李嘉诚那些那个商业这个大佬都是有内地背景，都是当时他们那个时期的新香港人。那么所以香港回归以后，我一直有个观点，就是整个香港它的政治体制，它的这个主权都发生变化，就是那个港人治港不能狭隘化，对吧？那么我觉得要启用那些有内地背景的，那个就是更有战略眼光和大中华胸怀的那些人才作为香港的治理人才，要启用那些人。我一直在讲这个，就20多年来这个问题一直没解决，对吧？到底有谁来治港，什么样的人才治港，这个问题解决其实是对和内地的谋合会有好处，对吧？容易谋合，那个加上北京可能也更放心一些。那所以这个人的问题不解决，可能那个香港还会出现不少问题。你包括今年北京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香港的这个新的选举法，那么有关部门有人就来征听我的意见，新的选举法出来你怎么看？那么一般的那个香港的建制派都是说很好，这个保证了这个爱国爱港力量可以这个进入这个管制团队，对吧？要选出对那个中央和香港爱国爱港的这个有用的这个人才等等等等。我说这些呢我就不多说了，那这些都是套话。那个我是觉得光有这个制度还不够，关键执行制度的人。但毛泽东讲过嘛，那个政治路线确定之后，那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说基本法好吧，基本法那个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说基本法很好，基本法好的不得了，但是
20多年以后，那个香港却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执行基本法、执行法律的人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应该启用什么样的人？这是我第三个这个思考。第四个思考是什么呢？就是香港未来的这个出路在哪里？未来的出路基本上中央给他定的就是融入大湾区。香港融入大湾区，我觉得有三个一，对吧？第一个是依托大湾区，香港你还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大湾区作为你的一个强大的一个那个背后力量，让你发挥自己的那个作用，依托大湾区的这个发展，那个一起起飞，这是有自己独立性的、独到性的。第二个呢，是自己的能力不够，要依靠大湾区，对吧？大湾区的发展才带动你的发展。第三个是最下下层，就是依赖大湾区，依赖祖国。香港基本上变成一个没有能量的，甚至于那个一个废港，对吧？那个这种情况也并不是这种危机，并不是说没有可能。那就你要依赖大湾区的发展，你才能这个启动发展。我就是讲这四个思考。那么我不是去批评谁，或者说批评某些政策。那我觉得香港的未来可能这起码这四个方面需要面对的。那么，但是香港的未来可能中央并没有把它放到议事日程。那个从林郑月娥的一些讲话，我也觉得她基本上是采取躺平的方式。为什么这么说？那个我一直质疑和诟病她的一句话，她就号召香港的年轻人都去大湾区去找工作，去创业，那就表明什么呢？香港不行了，香港留不住你们。就他作为一个特首，他都是这样的一种那个判断和价值观。你说香港还有什么出路，对吧？那个我是这样比喻的，在全中国没有一个地方领导会说你们到隔壁那个城市去。上海市绝对不会说，你年轻人到苏州去创业，到苏州去找工作。那苏州也不会让领导、市长让他们的年轻人去无锡去创业、去找工作。你作为一个特首，都无法为自己的市民、年轻人创造这个就业的环境和条件，让他们去大湾区。政治上没问题，但是你这个治理上是有极大问题的，啊，极大问题的。那个用现在的话说，你也是对年轻人你是躺平。按照道理说，你应该很有底气的，要依托大湾区，让更多的产业在香港落地，让更多的年轻人在香港可以成长，对吧？可以做出贡献，那才是香港的出路。那么最后，香港未来到底怎么样？我就觉得香港未来加入到中国的内循环当中，它应该就是还实行这个社会主义，它的出路应该在这里。那个前两天那个刘梦熊跟我说，他是两制派，他是坚定的两制派。我说你这个两制，你这个制是什么制？是真正的资本主义制度，还是改良的？对吧？改头换面的，那我觉得香港的还不如提前融入到社会主义制度当中，对吧？可能对香港老百姓也好，那现在香港老百姓退休也没有退休工资，啊，没有退休福利，啊，那个这个都是很大问题。索性这个融入到这个祖国的这个大怀抱、大体制，那个这个可能。政治上说，好像你这个"一国两制"是不是失败了？我是可以说是提前成功了，对吧？也可以这么说。但是从经济上的发展，从这个
整个对香港的本身来说，可能反而是一个出路，和平。嗯嗯，你是讲了三次嘛？每一次讲的都是不一样，是不是？基本上都是这个观点，而且是后面越讲越成熟。开始的时候，那个第一次我是讲什么呢？就是香港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个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就这里边就都有各自的这个原因，那主要是在这个选举当中卡了壳。其实如果说香港没有这个政治的这个光环，就是跟原来在政治上他原地踏步，经济上放开做的话，可能香港会做得很好，不会出现这么大的这个社会矛盾。这个社会矛盾就是因为政治的变革和诉求，那么内地中央政府又对香港不放心，那么香港的这个管制队伍政府又说服不了那个当地的这个反对派，对吧？反对派呢也不愿意进行妥协，就这样的一些一步一步走到这个今天。那么走到今天，这是过去的事情，我后来觉得多讲也没什么意义，关键是未来香港到底应该怎么样。其实我自己看啊，虽然没有这个任何人跟我来讨论来讲这个问题，其实我是觉得北京是做了两手准备的。那为什么说做两手准备？基本上把香港的功能一分三，让内地的一些那个地区和城市在承担。比如说香港的贸易，自由贸易，那个刚才和平先生你也说了，海南以后就是一个那个中国的比香港更大的自贸区，对吧？它那个关税可能是自由开放的，还会开放到什么程度那个还不清楚，可能还要再实践。第二个，深圳，香港的现代服务业很可能深圳就是接盘了，对吧？包括这个货运，对吧？那个贸易的这个对外的这个往来，对吧？那个很多的这个服务业，那个深圳做的不比这个香港差，现代服务业，对吧？北京有给他先试的这个试验区，还有金融中心，上海会不会接盘过去？那么这样的话，你香港的原来的功能即使废了，那么中国内地还有几大块可以承接，起码在内循环当中发挥作用。因为这个国际，香港的国际平台，这个不是你说要创造就创造，这是百年来的这个积累，是你的这个制度法治让国际社会这个放心。包括为什么警队有外国人，那个法官队伍有外国人，实际上基本法做这样的这个允许有外国人加入到这样的一个团队当中，是考虑到他的一个国际化，对吧？现在如果说他的国际化这个减弱了，甚至国际化这块板被抽掉了，那么警队的外国人那个法律的这个建制过程当中的那些外籍人士可能都不一定需要了。嗯，香港的话题啊，我们在未来还要讨论啊，今天已经讨论很多了啊。到最后一个问题，我还是问一下，你到了香港以后看不到《苹果日报》了，你心里面怎么有什么感受啊？啊，我相信30年以前你到香港啊，那么你看到香港跟上海最大的不同就是自由的报刊到处都是，对吧？当然，一方面现在是。那整个资讯的变革啊，更多的是在网上进行，而不是看传统的报纸了。但是毕竟跟30年以前那个报刊那么热闹的一个状况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苹果日报没有了，这等变革是不是对你来讲还是比较意味，还是你觉得迟早就这样？
其实我是这么看，那个没有的，开始没有的不是苹果日报，开始没有的是明镜。明镜以前在香港出很多书，明镜以前在香港出很多杂志，明镜在香港爆很多中国内地的料，对吧？那么明镜没了，你还是这么生存吗？苹果日报没了。你还是这么生存吗？为什么？你在慢慢适应这个环境，为什么这个环境变了？你也不需要通过这些来获取知识，这么多的这个信息，对吧？你只能，你是通过网络可以看其他的这个信息。那这个代表的不是苹果日报，而是这个香港社会对新闻自由的这个定义和它的容忍度发生变化，这个才是值得关心的一个大问题。对，苹果日报的这个官调啊，很悲壮，很悲壮。那么民进啊，我们撤离这个香港啊，实际上我是有很多媒体要求采访，包括香港的一些媒体，个别的我偶尔低调的被他谈了几句，大部分的媒体，我都没有接受这个采访，原因就是。因为我在20多年的时候，20多年以前吧，就接受香港亚洲周刊，就是你服务的亚洲周刊的专访。那么其中他们做了一页我记得好像照片还是刘瑜拍的，好的，一个很不错的摄影记者。那我在里面讲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我说我在香港的一国两制啊是有信心的啊，为什么有信心呢？是因为内地没有办法找到。可以替代香港的东西，或者是香港的优势是内地没有的，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个优势中国大陆认为没有了，香港的这个自由一国两制还有没有，我是疑问的。另外就是说，我说民进是在香港自由的一个标志，因为我在香港97之后回归20年没有遭到来自于香港政府或者是中国内地政府的一个直接的威胁啊。你不要出这个，不要出那个，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我像你讲的，叫夹着尾巴做人。其实我在香港也是相当的这个谨慎，相当的谨慎。那么很多人要给我们出书那么我们一看内容如果是真实的，我非常勇敢，不管是谁，我都敢出。但是如果你是虚构的，你觉得这个东西很有趣可以卖很多钱，那我是直接出的，因为我觉得这是触犯了我最起码的这个底线。那么，如果有人说你们出那本书你不要出了，我给你一笔钱，那我们是不能谈的那么这些因素造成在一起，就是在《纽约时报》也写过一篇报道，说不会失真的这个出版商、出版人就是主要是讲我当时怎么去掌握这个分寸。但是我绝对没有想到，香港的出版出现了一场用小说来代替这个。这个正式的内容出版的一种状况，什么某某的情人某某某的自述就是某一个女人是一个中央电视台的，她自我叙事跟中共高官的这种关系，这些东西我们一看就知道是虚构的讲到在周永康时期北京发生这个火拼发生了这个枪击事件，就是有一点内战的味道，就这些东西。我当时就非常吃惊，那我们的同事也讲，这等出版状况下，这个肯定会出事，因为失控了。果然，一个星期之后就爆发了铜锣湾书店。铜锣湾书店是香港，在我看起来是香港出版自由的毁灭的一个导火线你可以说讲是北京的责任，当然因为是北京的权力嘛，当然是政府的责任。但是你说这做站在一个做媒体的角度来讲，做出版的角度来讲，在任何国家它都有它的一种边界，在美国也不是这个例外的，美国有非常充分的自由，但是如果你去揭露一个人的这种隐私，侮辱人家的人格那你还是有可能有法律纠纷。当然你可以批评总统这个那个问题。那我们曾经在香港做出版的时候，批评江泽民，批评胡锦涛。批评习近平都没出现问题都没有出现问题所以我就跟你来探讨这么一个敏感的话题。
假如当时的香港的出版业啊比较的啊谨慎一点啊，不能就像你说那个夹着尾巴做人，至少是知道一点边界。你觉得出版这一块是不是啊？铜锣湾事情如果不爆发，是不是这个矛盾会至少推迟一段时间？有没有可能性？那个这种假设呢，其实那个很多我们都很清晰。很清晰很清醒，但是当事人呢他会这个糊涂，对吧？那个不清晰，那个头脑比较简单。你包括这个2014年战中，当初那个我们就认为有的时候你这个反对派民主派你见好要收，对吧？那个包括那个这一次那个两年前的这个修例引起的这种暴乱，对吧？如果说也是能够适可而止，可能也到不了今天这个情况。所以很多时候历史是没办法假设的，它就是这么来的。其实我也碰到，我在做媒体的时候有人拿书稿给我啊，因为香港那个时候出很容易啊，对吧？对，那个你注册个公司就可以出版了。那有人拿书稿给我，跟我说你这个肯定可以大卖，对吧？你要出，但是我说我不出这些东西，对吧？第一，你如果说是写小说，那是你就写明是小说。那如果说你是揭露某些东西是编的，那肯定是没有价值的。但如果是真实的，对吧？那个要我怎么求证，那都是问题。就很多人他不会去从这些专业的角度去考虑，完全是觉得可以大卖我就出，他不去感受这个书中当事人可能会产生的一些情况，对吧？那个而且香港的这个私有法律，你到时候你说我是假的，我是诽谤的，你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来告我，但是通过法律途径告这个成本很高，时间又很长，形成的影响那个结果很恶劣，但是等你告赢了又怎么样呢？对吧？你影响都已经出去了。那香港当时的这个环境和制度就是这样，就他的这个造假，他的这个要承担的成本和责任很低，所以他就去这个这么做了，对吧？那个你像苹果日报，苹果日报当然他是有勇气去揭露很多东西，但是苹果日报我们也知道他每天都会收到告票，每经常收到或者说那个大量的告票，但是在法律上你没办法去跟他打官司，有的时候打官司你的成本很高，那个最后这个法官判你输，就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对吧？你要既要做到专业又有勇气去揭露那些问题，这个也是蛮难的，对吧？这个确实是比较难。所以现在当局他也不会承认我是把你这个憋到死路的，谁都看得出，对吧？现在的当局我就是要把你憋走，那而且我认为那个苹果对新闻那个媒体的这样的一种那个整肃也好，清理也好，不会因为苹果日报关门就到此为止，那可能还是会继续坚持下去。那个今天那个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习近平对香港讲得很明确，对吧？那个香港的这个国安法的这个那个执行机制要坚定不移的做下去，那你不会因为你是一个小报就允许你讲几句那个对国安他认为对国安是有影响的话。我估计这个我记得我在小平那个节目上我是讲了，
现在就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各行各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吧？就是要用这个国家概念，国家是社会主义的嘛，对吧？来整顿你，对吧？你这个香港不能再游离在国家这个价值观念的这个之外。那我相信不仅是那个媒体界，其他还有其他界别也可能一波一波的会整理，没这么快，对吧？就结束了。回想一下，你看几年以前香港还有这个立法会的选举，有区议会的选举，但是那个时候人们的这种激情呢在燃烧啊，我记得有几位年轻人呢选上了这个市议会啊，那么我非常高兴了，我觉得香港有一批年轻人，对吧？草根啊，草根的这个年轻人可以成为这个市议会，你说多好的事情。但是我高兴的时候，我马上就感觉到紧张，为什么？因为他们在立法会的当天的表现，我就有一点不以为然，我就在节目里面哪个地方有所批评。但是呢，我的批评遭到更多人的批评，他们说你为什么要批评他们呢？啊，你不会批评啊这个政府，批评这个怎么？你反而去批评这个啊这些年轻人。但是我认为，你这些年轻人好不容易选上议员，你赶紧到议会里面去发挥作用啊！你不要表现这个政治姿态啊，对吧？在去年啊前年香港的这些运动中间，我是很犹豫的，很矛盾的。一方面，我非常害怕这些年轻人受到伤害。毕竟是孩子啊，对吧？那么另一方面，你又觉得这个他们勇敢一点，你又觉得你钦佩啊。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哎，你们算了，你们已经不错了，赶紧撤离吧，以后你撤离的可能没有机会了。所以你看看现在香港一些年轻人要离开香港的不是那么容易了。所以有些东西怎么说，每一次政治活动的时候啊，总是被那些激进的声音呢、啊、给隐灭掉了。你那些低调的东西反而是就是说不能说理性嘛，至少说因为人彼此之间都有一个互动关系，政府和民众也是一样的，对吧？如果互相恶性的互动，那彼此的信任度就会越来越低越来越低，最后面就对抗，除非你真正有能力去革命，去街头革命，或者是暴力革命，或者是这个政变。那么你说中国现在有这种可能性吗？香港有这种可能性吗？但是香港曾经是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比较柔和的啊，比各方都是有隐忍的，一步一步在变化啊。为什么会产生这么一种结果？难道这个指使反对派有责任吗？当然不是。难道只有香港政府有责任吗？不是。难道只有北京政府有责任吗？啊，都不是。你刚才讲的是一个连锁的互动的一个结果，是这样吧？对，最终来说，那个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应该是水火不容的，我是这么认为。就他们应该之间有一道天然的防线，能不能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能这个不是我们能够解决的问题。那个邓小平原来的设想构想，他觉得这个那个很多东西是可以容忍的，对吧？他讲的话，对吧？甚至于说，在这个香港，那你批评共产党，你骂共产党都可以，对吧？那个他不是罪啊，但是现在绝对不行啊。那这一次我们就看到了这个中国共产党那个百年生日的这个庆典这个活动，那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国家的强大，就是这个党的强大，这个。中国共产党跟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族跟中国的人民基本上就是融合在一起，已经毫不可以那个回避了，对吧？以前那个在香港那个你在街上要打出共产党的旗号是不行的，对吧？因为这边是没有这个政党制，没有注册，政党注册的都是这个用那个社会组织的名义来注册的，对吧？那个
那个时候那个反对派还批评共产党在香港没有注册。你现在共产党作为执政者，他都不能在那个香港公开亮出自己的旗号，你说他能容忍吗？他当然不能容忍。所以这个当中是两种制度、两种价值观的这种分裂，我是觉得就是现在的条件是很难融合在一起的，就是我越来不越这个对这个还在香港还能实行资本主义，我没有信心。那他只有变成社会主义，提前原来50年以后看看会不会变，现在提前到那个24年。那个做些变化，可能香港未来还有出路。那我是这么一个想法。对，本质来讲，即是比较世俗的来讲，就是香港的价值在内地看起来已经没那么重要了。如果是非常重要的话，我觉得他还是能够隐忍。关键是中国的经济崛起了，成为了他的政治上固守他那一套的这个理由，那个支撑。我最后一个问题啊，请问你请教一下，就是。曾经在这个川普政府时期，蓬佩奥国务卿提出过所谓的把中共和人民分开这是美国的当时对华的一个政策，你觉得这种政策有道理吗？他是希望分而治之。那个，其实这一招不是这个蓬佩奥那个提出来，那个中国共产党就用的这一招，对台湾，把台湾这个政府和台湾人民分开来。胡锦涛时代就提出来寄希望于台湾人民，那蓬佩奥这么说也是，就是要寄希望于中国人民，对吧？那个。那我们前两天也分析过了，那而且那个北京也一再提出来要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分开，这种企图是妄想，是得不到的，对吧？是不可能成功的，对吧？今天这个习近平总书记也讲了，任何外国这种力量想欺负，对吧？侮辱那个中国人民，对吧？那个侮辱、欺负中国，那以14亿多的中国人民组成的那个这个长城，一定会他们会碰得头破血流。那现在就是等于那个是明确告诉美国或者西方的这些国家，对吧？中国是长城，你们只是鸡蛋。好的今天的访问呢，已经有这么长时间了非常感谢这个纪树云先生感谢我们的这个编导，感谢我们的观众下一期我们会继续谈，但是谈什么内容，我现在还不知道，下一次等到纪树云先生，同时我要谈到什么内容，在上海，在川藏川藏现在我们还没有到就是他去这个西藏地区的这个情况，我们是要单独谈一次，在上海很多的生活细节，我还特别感兴趣。所以，请纪先生休息一下，我们回头再来访问您。再一次感谢。好，谢谢，谢谢大家。打开明镜电视，每次都是新世界。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YouTube 频道名：明镜火拍，苹果博客名：明镜火拍音频版，网站：www.minjingnews.com，推特：@minjingnews，脸书：facebook.com。